消除他的记忆。小仙一定不会让他们伤害您的。哎，两个人的相识开始是缘起，结束是缘灭，缘起缘灭，人聚人散。我想让陆长空消失，都是红尘一场梦。小仙，师父的心跳是因为小翔吗？小翔愿意把心给你，那师父愿意把心给小翔吗？小翔要一辈子陪着师父。不是吧，我关乎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生死，我的身后还有整个大齐和万千将士。起初作为一介凡人，只觉得总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，但经历了这一次，才知晓肩上所扛之重任。重要的是本姑娘看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小娜，我们可以重新认识。我在想你。我就算是忘了我自己，我也不会再忘了你。这一切的宿命，我定会将其彻底打破。娘子，出空，相信我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。